他们是论斤量的吗？论斤的话，他一天可能要采25-26斤才能恢复我们的那个成本呐、啊。你拿一缸拿满5-6斤，多了钱啊你？卖铁皮啊！卖铁皮，伊要靠什么生活？当然我嘛最爱做的就这样啊。他可不可以用剪刀这样剪？目前在木栅这个地方，有看到用剪刀剪。可是毕竟这是少数木啦。那是。你用准落去了，迄间人慢慢过来去，人家香蕉饭的咧。因为加多加的手段，伊个手会较慢啦。是哦。啊，伊若嫌手疼，所以加多加咱也无反对的。因为即阵啊，无拢无人办啊，无人去甲倒办，有人算真好啊。这样抓一把，然后这样。对啊，这不是一心二叶。观音它是有一个所谓的铁观音的一个制造，而且二叶没有说大叶小叶，对不对？它是最好是两个一样的一个制造过程，要一样大。所以我请大家就猜细一点的茶。啊，因为做红做铁观音的时间要大概要花掉2天呢、啊，啊，所以你们可能你们要来体验的话，只能最短体验就是做红茶。嫩的茶比较贵吗？嫩的茶是比较泡水会比较好，啊，但是不一定是比较贵。茶叶好坏会决定它的品质，谁拿好啉的就较贵，谁拿歹啉，不管你放过歹油，伊就是无人买就卖，所以就较俗啊。所以茶叶的价钱决定它的品质好坏啊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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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